这阵子大甲镇澜宫妈祖绕境的时间可以说是全台风妈祖，艺人任贤齐连续3年都有参加，而且将妈祖绕境的活动拍成了纪录片。今年他也再度到现场参加，更和庙方的人员一起发送物资给信众。而庙方今年也准备了一台行动补给车，随时跟在队伍的旁边，让走累的香客们能够随时补充体力。热闹的鞭炮一响，民众纷纷趴在地上，让妈祖神轿经过祈求保佑。大甲妈祖绕境情经彰化，连续3年都有参加，并且将绕境过程拍成纪录片的艺人任贤齐也再度莅临现场，和工作人员一起发送物资给香客。加油！各种物资给这些沿途的人，然后鼓励他们，关心他们。我觉得这种爱的交流，散发出一种浓浓的幸福感跟正能量。除了定点会发送物资外，庙方今年也和业者合作，准备了一台行动补给车，上面准备了饮料和泡面，一路跟随在队伍的后方，让民众能随时补充体力。先他哦，他几碗？一碗就好啦。你要讲，你要讲来排队啦。安尼哦，爱食咩啊？排队啊。啊，食得简单啦。未歹食，未歹食。未歹食哦。好食，好食。另外还有新人特别赶到现场拍婚纱，两人甜蜜的身影和妈祖的鸾轿一起入境，希望能够借此得到妈祖的保佑，又能两人一起参加这个台湾最重要的文化活动。记者金维中、吴立安、彰化报道。